机动都市的选手们好久不见，有没有一丢丢想念鱼头我呢？普罗米亚联动还在火热进行中，加上连日的高温，鱼头我呀不仅燃起来了，简直是要被晒成鱼干了。啊，是什么？仿佛一阵清凉的风，在这酷暑难耐的夏日带来阵阵凉意。大海、浪花、沙滩，鱼头皮都展开了。夏日炎炎，这次也和机动都市的驾驶员一起换上新衣服，到海边尽情戏水吧。猜猜这次享受暑假的除了一只还会有谁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刚才好像看到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了，说我奇怪？哪里奇怪？我这不是很正常吗？驾驶员们换新衣，机动都市上新机，又有一台全新机甲将与各位选手见面了。嗯，这个身影怎么看起来像……扯远了啊！言归正传，这台新机甲有稳健的工业风设计和强大的火炮系统，是一支优秀的对空力量。更重要的是，据说进入它射程的敌人，没有人能逃得掉。刚才发生了一些录制事故，鱼头在此澄清啊，绝对不是因为有被追杀的心理阴影。这不，鱼头为我们的暗夜杀手渡鸦带来了全新的 S 加皮肤，黑色代表午夜，红色代表杀戮，金色代表快给鱼头投金色的硬币，一键三连。 No God please no。 机动都市电音赛季进入后半场，又有三位机甲和驾驶员即将换上新装，登上属于他们的电音舞台，究竟会是谁呢？请各位选手拭目以待吧。喂，什么？阿伟失踪了，现场只留下他手机里的视频。阿伟这小子又在搞什么飞机啊？我倒要看看。嘿，看看是谁来了。听好了，阿伟，机动都市下个月会举办一个超屌的演唱会，所有风云人物都会出席，但你猜谁收不到邀请？你。鱼头，鱼头，听说阿伟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说要来打败你来着。哼，不自量力，让他打赢了夏日杯赛再来找我。哦对，你们还不知道啊，除了冠军的城市主题赛，大家喜闻乐见的全服大战、夏日杯赛、星际乱斗也即将在八月登场。鱼头最近练好的不周风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好了，今天的爆料会就到这里，鱼头我要去给演唱会搬砖了，各位选手到时请务必来参加哦。鱼头我爱死你们了。哎呀。